选十张试卷还是乐迪玩具？我选十张试卷。大宝熊妹，你们选十张试卷还是漫画书？我们选十张试卷。奇怪，小贝姐姐大宝什么时候这么爱学习了？今天的作业是每个人三张试卷。什么？三张？对呀，为什么三张？小贝姐姐大宝，三张试卷很快就可以完成的。你知道什么啊，小雪？老师，三张太少了，我要五张试卷。就是，三张太少了，小贝要三张试卷。老师，那我要十张。啊？小贝姐姐要五张，大宝要十一张，那我要十五张试卷。大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都变得这么爱学习？好好好，给你们试卷。不行，大宝都要了十张试卷，那我也要十张。小贝，给你，放学了，明天我来检查试卷。艾莎，这是我的十张试卷，给你，我要最新款的洋娃娃。嗯，不错，确实是十张试卷。小贝，给你洋娃娃。耶，太好了，我也有最新款的洋娃娃了。到我了，这是我的十张试卷。艾莎，我要最新款的游戏机还有漫画书。给你，大宝。太好了，妈妈不给我买游戏机漫画书，没想到我在艾莎商店里得到了。这下我就可以回家打游戏看漫画了。艾莎，这是我的十五张试卷。不错不错，熊妹竟然有十五张试卷。熊妹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我妈妈回来陪我。哎呀，这可不行，我做不到。这样好了，熊妹，这个最新款手机给你，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给你妈妈打视频了。那好吧，谢谢你，艾莎。奇怪，大家怎么都拿着试卷来艾莎的商店？小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可不能让小雪发现我的秘密，不然小雪肯定要坏我的好事了。艾莎，为什么大家都拿着试卷来这里了？啊，这个，大家是来找我问不会的题目的。你有什么不会的题目也可以问我。好吧，原来是这样。艾莎阿姨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这下我就可以完成我的计划了，只要大家沉迷游戏，偷换王国，马上就变成我艾莎的天下了。游戏真好玩，小弟也好玩。我不要上学了，我要去游乐场，我要回家睡觉。小贝姐姐大宝熊妹，你们是怎么了？回家回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大家变成了这样？不行，我要去找精灵仙子看看这是怎么回事。精灵仙子，你快帮帮我吧。小雪，怎么了？大家自从去了艾莎的商店后都变得好奇怪。让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精灵之力。这下我就可以完成我的计划了，只要大家沉迷游戏，童话王国马上就变成我艾莎的天下了。原来都是艾莎搞的鬼。艾莎真是太可恶了，我这就把大家恢复原样。精灵之力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千万不可以学习小贝姐姐他们哦，一定要脚踏实地的，不能投机取巧。